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南经济信息广场。新冠疫情把全球的经济拖入了崩溃的边缘，危机过后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作为德州最大最权威的华文媒体，美南电视台集观众所急，想观众所想，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帮助企业在短时期内强劲地恢复生产，重振经济，繁荣市场。美南电视台将为您制作短片，定期的播出，并协助您上线 YouTube。在休敦房地产界有30多年房地产从业经验的达兴地产负责人唐新琴，在买卖新旧屋、评估房地产、买卖土地、开发商场方面经验十分的丰富，而且信用卓越。特别是近年来，他以丰富的经验、独断的眼光、过人的魄力，在唐城6号公路边最中心地段开发了占地面积15英亩、有6栋混合功能的商业大楼、共计138个单位的唐城广场。唐城广场内设有餐厅、诊所、甜品店、休闲中心、茶馆、学校、美容沙龙、商务酒店等等，环境优美，格调高雅，设施齐全，是唐城市唯一的中国城，也是休斯敦市、唐城市、密苏里市及周边城市的华人及各族裔居民的集散中心。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里，我们将向广大的电视观众特别介绍休斯敦达兴地产的负责人唐新琴和他的唐城广场。各位观众好，我是唐新琴，唐城广场和达兴地产的负责人，很高兴再次在这个节目中跟大家见面。唐城广场位于6号公路 Highway 6 4899号，它的位置呢是在 Sugar Land 唐城和 Missouri City 密城的交界处。我们这个唐城广场是 Four Bend 这个郡是最大的一个中国城，它有20万英尺的建筑面积，地呢有15英亩。那么我们分为6栋大楼A, B, C, D, E, F， 已经盖好的呢是我现在这个楼 B 栋楼和 C 栋楼，待会儿会跟您介绍。正在盖的是 A 栋楼，马上要盖的是 D, E, F， 另外的3栋平房。那么您现在看到呢是我们达兴地产在 B 栋楼206室，达兴地产这是我的办公室呀。啊，我喜欢这个颜色比较淡雅的这个色彩，我们大家都觉得我的办公室还挺现代的啊。那我们整栋楼呢都是朝着一个比较现代，比较走这种浅颜色，家具啊、布置啊都是比较迎合现在的年轻人的这种方式来新建的。我在2栋楼206B 啊，您看这是我的办公室，达兴地产。那么在 B 栋楼呢，不仅是我这一家房地产公司，还有其他的这个商店，待会儿我们到外面去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 B 栋楼的楼上，刚刚是我的办公室，已经带您参观过了。接下来我还要介绍，除了我们办公室之外，楼上还有什么样的店铺呢？第一间是产权公司，他们正在装修。这间是沈敏生舞蹈教室，很大，有3000尺。因为疫情期间学校不能开，非常可惜。那么希望疫情过后以后，一切都能够恢复像过从前。很多很多人来他这里学跳舞，也有成人班、儿童班，都有，相当的热闹，常常人来人往。最后那一间，学边上这间，也就是上一集我跟您提
到的又一村烧饼油条店，他有1000多个客户，本来在别的地方，因为他觉得我们这里环境非常的好，而且交通方便，所以他搬到这儿来了。我们来看看，好像还在整修中，让我们来见一见老板跟老板娘。我知道他们有1000多个客户啊，跟着他们走啊。可惜现在还在装修中，那什么时候可以装好啊？我们可以来听他们的表演。现在就是说，我们就是其他情况弄得差不多了，就是等着消防检查啊，消防哎最后一个卡关卡过了，消防检查过了之后呢，就可以开业。那太好了，那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里？我知道最出名的是你们的油条。就是我们好吃的东西其实非常多，就是南北方的聚集了南北方的一些小吃啊、早点啊、面食，像生煎包就是说我们很有特色的，而且牛肉生煎、猪肉生煎，现在又开发了一些韭菜猪肉生煎，以前有，现在有纯猪肉的，还有一些包菜猪肉的，这些就是说我们所有的馅料都自己做的，所有馅料都是自己加工自己做的，对，所以这边的客户都非常喜欢，吃过我们的包子的基本上不会再去其他地方了，就这样子。然后其他的一些就是卤味啊，其实我们也是，只要吃过了客的都觉得我们的是最好的。我知道你们有回头客，对吧？就有1000多个客人，大家都已经等不及了。你一开门的话，我相信一定是高朋满座，是是是，大摇大摆来的，真的，你一吃来哈，真的绝对不是能改。确实这么好，我们的就是说，一个就是我们有自己的一些特色，一个就是一些面食类的东西，就是说是大家都是这边就是吃不到，或者说吃不到这个品质的东西，反正人都现做的。对，一个就是我们控制限量，限量控制，每天保证新鲜，这是我们做到的一点。另外，我们所有的材质食材首先是有品质的，所有的食材都是说只求好的，不求贵，这点是我们做到了，就是。所以客人，我们这边的客人也是些很多的一些品质客人，他们就认定我们，就是跟着我们走，是现在就是说等着我们。对啊，你们说有限量，那像你看看的话，我们要少走，因为要不然还吃不到。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很多现在是客人就是微信啊，订购就是微信电话提前预定的。看看这一条，我看看是又粗又粗，他们都是现做的，是好。好的，我们现在来到了西栋楼的楼下，这间呢就是我在上期节目有介绍的中国茶，它将来会供应各种不同口味的中国茶。那么里面正在装修，您从里面看到它整个是个中国的故事。我仍然在西栋楼的楼下，在中国茶隔壁。这一间和另外一间，两个铺面是一个电脑培训中心，叫 iCode， 它是专门培育些电脑的人才。里面正在装修，那么还在申请执照中，执照一下来，我想他们就会开始营业。那么希望学电脑怎么作业啊、程式方面，好像他们都有这个课程。将来开门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到这里来。参观一下，紧接着两间店面，也就有3000尺，那么它将来会是刘一手火锅店。刘一手火锅说在国内非常的火，它现在也开了连锁在美国，那么在苏格兰呢，就是它精选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已经定在我们这个位置，希望疫情过去以后。希望不久的将来，您可以在这里品尝最有名的火锅。我身后的这家店107系，它是名茶，通常您知道它的品牌店，在每一个地方它的生意都
章。这个第一名呢，总是 always 是那个牛肉面，牛肉面用最好的肉，然后我们牛肉面呢用的是English 的牛仔骨，啊，所以呢精心去熬制那个汤头，这个非常重要。那大家都是快一年了，大家都非常喜欢。然后目前我们的那个日式拉面啊，也是非常受欢迎。那我们呢，这个都是我们老板哈，自己精心炮制的那个，好，那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wow. 啊，那我们拉面现在卖得非常好，都很受欢迎，因为我们的面啊，那尤其是现在疫情期间，我们的外卖我们也只做土狗，那我们呢本身我们老板就设计了这个外卖的盒子，然后为了要保证大家能够吃到那个面跟糖吃差不多啊的味道，所以呢我们把面跟汤都分开，然后本身我们也跟小菜这些，然后有四个小菜，对，最重要的是我们连调味料然后葱花这些都分开放，这样子的话呢，当你收拿到的时候，吃的时候的味道基本上没有太差，对，是这样。像你做的很道地的台湾的那种茶米，还有什么哎，对对对，帮我们介绍一下。对对对，我们现在这个担子面啊，哦，也非常受欢迎。台湾的打米。对对对对对。因为老板是。啊，这是台湾人，台南人，所以这个是台南担子面啊。那还有呢，我们的那个炸酱面啊，也是都是比较地道的台湾的。台式的味道。那我们最近又推出了新的产品，这个铁锅便当。哦，那太好了！我发现很多人见我看到了。对对对，很多人很多人对铁锅便当有一种特别的怀念的感情。对，我们搭了，对，特别喜欢我们的肉，来铁锅便当。啊，对，有卤蛋，有豆腐干，还有香肠。对，有小香肠。对对对。啊，还有这个排骨，还有三鲜。哇，这是卤的排骨。豆包，对，然后我们的肉燥饭也是，就是很家乡味道的，非常道地道地的台湾的小吃。那我想刚刚呢，您也看到那他们这个土豆的棒做的特别漂亮，那老板就把那个，你看我很少有看到餐厅。啊，您介绍一下，这么花本钱做这么漂亮的外卖盒，那我们让我们 Benny 老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当时我们设计这个的时候呢，
原则上来讲的话，也就是想让大家开车的时候一直驾驶它比较不会翻，让你在开车的时候刹车的时候呢比较安全，这是唯一最大的考量。第二个，原则上来讲的话，我们这个所有的材质呢，这个都是7号的，7号的也就是说它以水溶性在土壤里面，并不会造成环境有太大的污染。然后呢，除了这两个可以 microwave 以外，其他的原则上来讲的话，这些都不能够经过太阳的曝晒，太阳曝晒它会整个软掉，不像一般的塑胶布一样。所以这原则上来讲，一般这个筷子，我们这个筷子都跟别人的不大一样。这个筷子原则上来讲的话，如果你今天拿回去了都用了之后，你还可以再 reuse。Even 我们的这个汤匙跟这个小叉子是用 cornstarch 做的，不是一般的塑胶，是玉米做的，不是塑胶的，所以呢，这些都是 recyclable， 并不会造成环境有太大的污染。然后呢，这大部分都是纸的，我们连塑胶袋都不用，这是外面的container。然后这样看大家开车非常的安全，你不用考虑到你一只手还要去拉着你的食物啦，万一翻倒了，因为我们有热汤，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特别设计的。这边有一些 instruction， 什么东西可以 microwave， 什么东西不可以 microwave， 原则上只有这两种。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些装茶叶蛋的啦，装一些我们刚刚推出来的挂包，我们有这个挂包的这个盒子，我们也有做盐酥鸡啦，或者是做炸春卷的这些盒子，我们都有特别的定制，都是富贵，都是纸的，并没有任何的塑胶的成分在，非常的这个精致，而且环保卫生，这是 A 小布的特色。再加上它本身的用料都是真正很好的食材，用的都是最好的，然后再加上精致，非常道具的很好。那么现在很可惜不能做堂食，我相信你这个样子很多人很喜欢。是，现在买外卖的人越来越多。今天的美南经济信息广场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请您把握机会致电281-498-4310。